参谋，成立30年来，一直都是做百货零售，还有免税事业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非常的执着的，非常的执着，也很认真在耕耘我们的本业。那我们很希望，非常希望能够怀抱感恩的心，能够回馈给社会。尤其是现在，刚才大家已经看到，现在在圣诞节前这个气氛，还有也接着要迎接我们中华民国百岁的生日前夕，我们特别响应了世界展望会特别举办的资助儿童的计划。这个计划就是把爱扩散到全世界。这一次的任务，其实我想透过这个时尚的包包传达一个非常简单的讯息，就是我叫这个包叫做爱与和平包。等一下如果看到它，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名字。我想传达就是在这个时尚包上，爱跟和平是永远会更流行，是 always in style。哇，光简短的一句话可以看出它真的非常用心。大家想想看，我很想看，我们是不是就让这个包包在大家的眼前亮相？耶！知道这镁光灯很闪，赶快开！来，它有两面哦，还有两面哦，我等一下慢慢介绍。走个秀这样子。哇！左边转一下，左边对。中间，然后在左边。换一只手拿。换一只手拿。